接下来由我们的二号洪良先生，哎，这个张良下面关的，洪良啊，张良什么关的？没有了哈，带来一个好听的歌曲，对。主持人，评审老师以及现场的嘉宾，大家午安。因为参加多次的歌唱比赛哈，就是很少有唱日语的机会。那刚好在一次的听的歌曲的欣赏当中，然后听到这一首曲子，哦，原来这是我学生时代20几年前哦蛮爱唱的一首曲子，然后一直找不到伴唱的背景，然后今天找到，那今天刚好在这个场合能够唱日文歌曲，那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，谢谢大家。难怪老师享受，哎是。姜育恒唱的，是打国语的，结果他唱日文。是啊，想哭就哭好。